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在攻击你的事情。对，我有听说。不过呢，哈，我很希望年底11月26日的大选，我们所有的候选人君子之争，正面选举，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民主示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市长，市长，谢谢。周六行程开始都满档了，那是不是我们两位？来，小心哦，小心。